你们想干什么？妹妹，一个人多无聊啊，哥带你玩会儿去。哎呀，大妹子，大哥问你话你不回话还想走呢？赶紧道歉。你们到底是谁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再这样我可报警了。嘿，你还挺硬气，哥就喜欢你这样的。兄弟，你几个意思呀？你们一群大男人欺负一个女生，不觉得丢脸吗？给人家道歉。老大，我看这小子有点活腻歪了。你好。他们那么多人，你就一个人，干嘛这么？这么二是吧？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就是特别看不过那些欺负人的事。你还笑得出来？还好没什么大事儿。嗯，谢谢啊。没事，别放在心上。